你要是听见兄弟说的这些话呢，你就答应我，咱下辈子还能成为好朋友。 你们瞧着，工人兄弟们。 为了我们的厂子能够生存下去，为了大家都有活干，都老老实实的，别满脑子想着把工啊闹事儿的。从今天开始，偷奸耍滑、不老实干活的，打；不服从管理的，打；迟到旷工的。 打！我假大炮回来了，我真没钱。 要不这样，你借我点，下一发工钱我还你们行吗？不借，不是每回就是你这，就这俩钱，够买几斤棒子面的。葛师傅这一走，家里都揭不开锅了，杨师傅媳妇都病得下不来炕了，你说是不是？照我说啊，要不然咱就悄悄的发动一下工友们，让他们都拿点儿。不是，出事以后谁家日子也不好过。你也不能不管，你也不能眼看着人家，对吧？咱总得想想办法。 这事儿不对，怎么不对啊？这钱不该咱们出，那谁出呀？谁打的人谁得出。北洋兵敢去吗？谁欠的债谁得还。那还是北洋兵。这钱分谁要，怎么要？没人缺，没法要。必须要。大哥。 我说你能不能快一点啊？那你来，整天说风凉话，这大冷天的动不动这，那你来啊！哎哎哎，谁？站住！有人！别动，别动！你谁呀？大哥，不是让你别动了，你还动？啊？嘿，你瞎说，还挺像哎。我呀，哎，这。 山里头迷路了，哎，好心人呐，我真遇着好心人了。干嘛呢？你是我呀，哎，你
你别杵这车了，这车都坏了，你没？啊，还有车呀，这是？哎呀，坏的，坏的！哎呀，太好了，我说我这身上的就一块大洋了，你说，哎，是，您们要给我带出去啊，我就把这块大洋给您了。啊啊，行行行，你先上旁边待着啊。哎哎，谢谢谢谢。 哎，你别杵我，你！哎，您让我上哪儿待着去？哎，你别杵了，这车都坏了，坏了！哎哎，好了没有？好了没有啊？哎，就别走，待这儿，待这儿，别走，别走。真像是个瞎子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那个扳子递给我，把扳子递给我。 别开枪，别开枪，不行，别开枪！这枪藏好了以后啊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能动。你放心吧，放心吧，放心吧，这枪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警察要查出来就完蛋了。 是是是是是，关键是这个车呀，我觉得吧，这车不能搁厂营里。怎么呢？这要是让那帮北洋兵给发现了，回头给咱们来个全城大搜捕，再让那两个北洋兵给咱们认出来，那不全得歇菜了吗？得赶紧找个买主给他卖了，把这钱呢，给死去工人的家属，赶紧送过去。啊，这是正常。是，不是卖谁呀？咱这是军车呀。 对啊，这军车那么好卖吗？这么大家伙！哎呦喂，邓爷，这是茶馆赠送。哎呦，谢谢您，您慢用，谢谢您，慢用，有失言语。不是你今儿怎么那么大闲工夫啊？还跑这儿跟我喝茶来了？邓大哥，我现在是我。 遇到麻烦事儿，就想着您，反正你给出出主意。没事，反正你也不找我。哎，瞧，这不请您来喝茶了吗？是是是，您还记着那会儿北洋兵里有一个那山羊胡？记得呀。是当年那副官的那妹夫是什么？那就是他，就是他后来呀跟那宛平城做买卖，哦，让人给坑了，走投无路，想起我来了，问我借钱。 嘿，你哪有钱呀？是啊，我是没钱。哎，他也有命。他后来啊，还真找了一个能借给他钱的主。但人家不信他呀，就想让我呀中间做这保人。那可别介，我告诉你，到时候人跑了，人家借钱得找你要钱。他就是跑了。啊？嗯。那可坏了，这你到警察局报警也没用了，那人都找不着了。是啊。 这不把我坑了吗？还好啊，之前呢，他有一卡车，嗯，押我手上了。哦，那还行，这卡车现在可是好东西，那你卖了它也不值50块大洋。还卖呢？这卡车出了大麻烦了，现在。这车又怎么了？听我说呀，军车。啊？那现在这北洋兵满世界正查呢，合着这车是之前他偷的。 就这事儿我都知道，北洋兵丢了个车，他偷的。啊！哎，你说我这不倒霉催的吗？保人保人沾一身麻烦，车砸手里头了，满世界正查我呢。哎呀，我就琢磨着，要不我把这车烧了也可惜。别，那可太可惜了。嗯，好，哎呦，可怎么办呢？这，哎。 要不这么着，不是？我呢，先给你50块大洋，你把钱先给人还了去，但咱说好了，这卡车可归我了。哦，嗯，那不对呀，等等，那合着这车我白给您了？那我那50块大洋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。不是，关键那50块大洋我还得还。行行行，我这会儿也就别挑肥拣瘦的了。嗯。
哎，那还有啊，邓大哥，嗯。这可是军车，在您手里头，您不怕人家查呀？一到冬天呢，这人呢就容易火大。这吃橘子败火啊。儿子，你别看这橘子小，它甜，是爸爸专门托人从南方捎来的。你小时候最爱吃橘子了，可是。你就不爱吃这上面这个丝儿，其实你不懂，这叫橘络，啊，清热解毒，通络化痰，哎，爸爸都给你分开了啊，来啦，儿子。吃吧，儿子。你先吃这橘络，嗯，要是苦了，那你再吃一半橘子，就舒坦了。我跟你不一样，我愿意先吃这橘络，我一点都不觉得苦。爸爸心里太苦，好，里边，咱就进屋。对，您瞅瞅，就这厢房，到哪儿您租得下来？那倒是，不是，就是您那房租它贵着点。啊，要不这样，我一把付您半年的，是吧？您再杀杀压一价。您呐，跟我说什么都行，就别在这儿杀价。我要是但凡有辙，哎，我不可能我们一大家子人挤在这一间屋里边，我就指着您这几个瓦片钱混饭吃呢。不是您在那机车厂不是干得好好的吗？姥姥每天累得跟王八蛋似的，挣的那俩子儿啊还不够他们扣的呢。先前有个工会干得还挺带劲的，现在啊，这当头的都给拉到保定府去了，说不定哪天就给咔嚓了。您说这厂子还有什么个干头？这倒是，这也不容易，不容易。不是，你静着，慢着点儿。哎呦喂，慢着点儿。哎，对，进屋。哎，这什么世道啊？真拿这儿媳妇没辙，天天的不说话，怎么劝也不听。他爸，你怎么又站这儿了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你要是再这样，那可就得了魔症了。我给儿子剥个橘子。好了，这不是都剥好了吗？咱们过去坐一会儿啊，来。坐。你刚才跟我念叨什么？哦，我说玉兰，她就喂孩子，其他什么活她也不干，柜上她连去都不去。去也没事儿，没生意啊。干脆把伙计也辞了吧，还省张嘴。本善回来了吗？没有。他爹跟我说了，半个多月都没信儿了。你盯着点儿，他要是回来呢，就让他来找我。你找他干什么呀？我不找他，找谁呀？子辰，
那么老实的一个孩子，被他带的是又是工会又是纠察队的，这倒好，人没了，他连个面儿都不着。哎，他会不会跟冉秋走啊？不会，你没弄懂这里边的事儿。本善和子辰呐，他们俩就是工会跑腿的，是催本。我不管这个，我只关心咱们家的日子。这要真要是断队了，那还不得搬回老家去啊？这个事儿得让本善担责任。一来他把子辰给坑了，玉兰娘俩他得管；二来呢，他不是想做咱们家女婿吗？那他就不能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。也是啊。本善，哎，叔跟你说个事儿。您说，你跟子辰是兄弟吗？生死兄弟。是他死了，你没死。子辰走了，我这家都塌了。叔，我理解。您想开点儿，啊？想不开呀。你瞅瞅，我这个金铺子，啊，从闹辫子军到直系缝隙折腾，然后又是大罢工，有一天好日子吗？早先有儿女守着，后来又添了孙子，再苦再难挺过去了。可是现如今儿子没了，女儿跑了，孙子牙还没长齐，这玉兰整天跟丢了魂似的，你说叔的日子没法过了呀。叔您别说了，我都明白啊。你明白什么呀？明白子辰是我兄弟，他走了我给您当儿子，我替他孝顺您二老。他家里的事您放心，只要有我康本山一口饭吃，他娘俩就饿不着。打今儿起，每个月我给玉兰送钱过来，她把您大孙子养大成人，啊。本善，你真是个厚道的孩子。叔，您想开点儿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玉兰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有什么委屈你跟我说说，说出来能好点儿。
你放心，子辰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。出去。 知道你怨我，出殡那天，走。那天，我把下令开枪的北洋兵给毙了，给我子辰兄弟陪葬。 这蛋壳我还留着，你留着当个念想吧。 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每天巡道，都会在这儿坐会儿。你师傅跟保定监狱里关着呢。我知道。 回头咱托托人，到保定监狱里看看他。不用，我就在这铁轨旁等他。他会骑着大马回来的。嗯？真的，他会骑着大白马回来。 玉兰儿，你爸说了，这孙子啊，都大了，我也可以帮你带了。你要是能出去上个班，好歹挣俩钱儿，这咱们家的日子不是也能好过一点吗？ 妈，您和我爸是嫌我在家吃闲饭了吧？哎呦，这孩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您什么意思呀？您瞅着了，这柜上都接不着活了，咱们家的伙计都辞了。哎呦，这日子负担这么大，你爸天天急得挠头。 是不是我回娘家住去，家里负担就小了。
妈，您放心，我自个儿儿子，我自己能养活。咱缝里出来的人呢，别的没有，就剩这点骨气了。行行，刚才那话就算我没说。让他回吧，别拦着了，硬要让他待下去他也不舒服。年纪轻轻的就让人家守寡，那人家该说咱们老王家太不仗义了。可是我觉得呀，他改嫁行，那孙子不能带走啊，那是咱们家的孙子，不能变成人家的。母子分离，亏你也想得出。给他立个规矩，可以改嫁，但是孩子的姓不能改。什么叫血脉啊？啊，只要不改姓，孩子早晚得认祖归宗，是吧？嘿，真是没想到。没想到吧？嗯，这改头换面，你别看变一色儿，我还能多卖俩钱儿。嗯。哎呀，文山，回头啊，我得带你找马福去，就按咱说好了的，说你在山东做买卖啊，也没做好，只能回城里上班。不过咱说好了啊，这技术室你就别回去了，还是现在在车间干着吧。嗯。得嘞。这是您的银票，嘿，收好。得嘞，好嘞，谢谢您。如果有15年以上的人参，价钱可以往上加20%。人家成绩堂涨30%，那就30.5%。成，那要是这么着，我就都给您。得嘞，哎，够意思，生意兴隆。好，嘿，得嘞，得嘞。大炮，怎么耍单了？什么意思呀？看爷笑话，啊？我不是那意思。哟，兄弟，我给你添个菜。还差不多。人呐，这儿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混背了，喝口凉水都塞牙。哎，想当年你小子知道，浩爷那也是吃香的喝辣的，是不是？是。啊，这倒好，一进去3年，啊，老婆孩子跟人家跑了不说，浩爷喝口酒，连个下酒菜都得你一个卖馄饨的傻。别急。碰到合适的再续一方。说什么呢？炮爷是那种人吗？万一找个年轻的，你不是更美了吗？说的也有点道理啊。不知道，我天天在厂里转悠，我知道什么呀？我知道，知道冯玉祥吧？这我。
这阵子突然住进了古北口，直接反了，要跟直系的干。吴大帅懵了，赶紧调兵，咱长辛店的北洋兵都走空了。那你说，这吴大帅干得过冯玉祥吗？听说够呛，连京畿警备孙副司令也反了。咱说啊，反正跟咱小老百姓没关系，咱过咱的日子，爱谁谁。玉兰。我进来了啊，玉兰。进来吧。吃你的。哎，怎么茬这是？你跟子晨他们家闹翻了？干嘛闹翻了？我今儿不想。别人说是吃闲饭的，娘家呢，我也不想回。我一个人，你都不信，我撑不起个家来。好样的，玉兰就是玉兰，就这个脾气。我爸也安排好了，明儿我就去厂里上班去。上班好啊，该干嘛干嘛。哎，我说，这孩子不行就放我们家，啊，让我娘搭把手。跟你说句心里话啊，对。我一回这缝里，一看见你们吧，我这心里就特踏实。感情，咱这都是从小跟缝里一起长大的，那就跟一家人没什么区别呀。嗯。哎，我说你吃了吗？妈妈，我想吃窝头。吃吧。寡母的多可怜呐，但这婆家也忒能过了。你说哪天锅不碰着勺啊？分开过也好。嗯，本事啊，往后咱们得多照应点这娘俩。是啊，我这就给他们娘俩送过去。哎，这本善呐，是个好孩子，善性。我儿子能不善吗？孩子现在能认几个字了？几个字儿，《三字经》都能念一半了。全是子晨，他爸教的。嗯，这孩子呀，瞅着就聪明，错不了。那是，不是我夸你啊。他长大呀，能有你一半，你就知足。嘿，你别跟我比，我肚子里这点墨水，你要比啊，也得跟冉秋比。哎，他还一点消息都没有呢。哎呀，是啊。哎，你瞧你俩这日子过的。哎，你这灯怎么开线了呀？
不知道是跟哪儿刮的。哎呦喂！行，我知道了，你赶紧上班去吧。哎，你下了班等着我啊。干嘛呀？回家呀，咱俩一块儿走。嗯。啊。敏工，你这吊车到底出什么毛病了？差点把我们哥俩给砸死。嗯，那么大东西轰轰就上了。可不嘛，我还没说底儿呢。现在看起来啊，这起转、运行、这回浮好像都不太灵。按说这个整体设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呀。嗯，整体设计应该没问题。我看啊，主要是这减速器啊有点问题。跑这儿来了，这不是你们车间要这扳手，让我赶紧送来吗？哎，你别进去，你给我一场，我给你送。这给你行吗？你这负责这个吗？怎么这不行呢？我是这负责人，是吧？里边又脏又乱的，给我。那你千万别忘了啊！哎，你放心吧。哎，玉兰妹子，你这怎么走了？你大热天的坐着喝口茶凉快凉快。这大热天的。那个不是你暖暖。行行行了，我那还忙着呢，走了。啊啊！有空来玩啊！哎，玉儿妹妹，这水给你提好了啊。哎。哎呦，怎么样？这不年不节的，怎么还做上衣裳了？给你做的，你看你这开大口了都。我这拿子辰旧衣服给你改的。那我抄上了，谢喽。这咱这缝里这都是心灵手巧的人，合适合适，啊。哎，嗯，不是不是，您这还一大家子人养活呢。再说我这月底也发工钱了。我这钱不是给你的。这是替子辰养儿子的，以后啊，我月月都给。谢了。怎么了？这是打孩子了？不是，刚从学堂给他领回来。先生让缴学费，我又缴不出来，只能先领回家了。他想念你就让他念吧，干嘛委屈孩子呀？这，来来来，啊！你这是干嘛呢？你多不合适啊！我不想欠你的钱。那你现在怎么活呀？混呗。小耗子上灯台，偷油吃下不来，稀里咕噜滚下来。哎，婶儿，买菜去啊？我正找你呢，玉兰。哎，心肝儿，您说，干嘛给本山做褂子？瞧您说的，您这么照顾我们娘俩，我就做件褂子算什么？
你不还得破费呀你呀？哪儿啊？我那是用紫辰旧褂子改的，那我也得谢谢你。哎呦，您还跟我客气。玉琪，进屋玩去吧。啊，妈妈。多乖，婶儿，那要说谢也得是我谢您。本善一发了工资就往我这拿钱，还说月儿月儿给。